是什么虫？苍蝇。那就算了吧。对，它只是一只苍蝇，要吃肉而已，不是蚊子。它吃我。它觉得你有塞鼻吗？它吃大便。你在啊什么？撞到树了。我帮你捡，我帮你捡，手机拿去。丁部，我帮你捡，你帮我捡手机。在哪里？有没有水？你看不到啊。手机，来，好，丁部往后借。啊，手机，我的弟，来，阿弟去。嗯，怎么还？怎样？你换地方了吗？是苍蝇啊！哦，有蚊子。吃土。